香港影视大亨向华强父子申请来台依亲居留，确定是遭到驳回。向氏父子一向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传出是因为国安单位无法排除是任务性移民这样的疑虑而打了回票。内政部长徐国勇今天是没有回应，而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就说了，尊重主管机关的决定，不评论个案。 好，向华强父子申请依亲移民被驳回，内政部的理由其实是说他们有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从事恐怖活动之余。而说到向华强，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就是演出赌神龙武这个角色而爆红，而这也不是向华强第一次被拒于台湾国门外了。他之前就曾经被移民署拒绝入境，原因很可能是跟黑道帮派背景脱不了关系。 每每出场身手矫健、忠心耿耿的绿叶电影角色，龙武的形象深植人心。即使饰演探长，也难不倒他。香港影星向华强是知名香港电影大亨，和台湾籍的太太陈岚经营中国新集团，在华语影坛的地位举足轻重。光鲜亮丽的背景，申请依亲来台却栽了跟斗。资深刑警认为跟帮派有关。他的父亲当年在香港成立这个新义安这个黑道组织，是香港最大的这个三合会黑帮。 难保说他们不会再跟其他的黑帮势力结合，尤其是竹联帮这些大佬，曾经都是投靠过这个新义安哦。台湾戒严时期的依亲专案大动作扫荡黑帮，不少竹联帮大佬纷纷走避，绝大多数都到了香港，和伸出援手的新义安结下深厚交情。虽然向华强一再撇清和黑社会有关联，但台湾似乎不买账，避免黑道势力统整茁壮。这个统促党哦，在台湾造成轩然大波，各种这个集会抗争的场合都有这个统促党的存在。 啊，如果说再让向华强这样的这个心中的黑帮组织深入到台湾来，我相信政府高层一定绝对受不了。另外，向华强曾经担任中共电影基金会的名誉副会长，替北京政府宣传。儿子向佐现在是中共共青团附属统战组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委员。太太陈岚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批评香港年轻人全家亲北京的立场相当鲜明。华视新闻黄佩华、李晴婷台北报道。